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韦布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，现在玩者荣耀体验服啊。然后刚才进了一个露娜，对方把关羽给禁了。其实我是很想用关羽的，但是被禁了，那没办法。接下来是进了一个猴子，竟然进孙悟空，哎，把杨戬给禁了啊，杨戬了。轮到敌方开始挑选英雄，他第一个选了个貂蝉哈，我们貂蝉加吕布啊，两口子啊，叫孙膑。哎呀，我也喜欢射手呀。选哪一个好吧？关羽被禁了，武则天被选了，我应该要选武则天的啊。他们两个法师，三个法师啊！请选择你的英雄。带这么多法师，我带射手的，我好像也有两个射手了。那我该选谁好呢？我觉得我应该带法师啊，带个妲己，带个闪现啊，然后方案赶紧改一下啊。我觉得出哪一款好？第二款，最后一款吧，有个寒冰啊，可以减速一下。这个什么鬼啊？也对方。放了，他把荆轲给放了，换成荆轲了。哎，刚才没注意啊，没注意他们把那个武则天给换了，早知道我选武则天了。哎呀，有点坑了啊！刚才没注意啊，我刚才只看见他已经选了武则天，然后没太注意，没观看全局啊，这个接下来有点麻烦了。啊，原来这个花是他的名字啊，我刚才还以为什么情况。这李白居然能起这个名字啊，看着对方两口子啊，叫做暖痛拨云见日，日一下就暖痛了。奥特蛋艾阳，这些名字都是莫名其妙。还有这个四环浪子啊，因为现在这个体验服现在是不让玩匹配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人家只让你们玩，就只让我们玩那个排位赛。所以说这排位赛有的时候会遇到挺多坑的、啊，有的自己也比较坑。再遇上更坑的，那就更不好打了，对吧？现在别开了，就等于我方有两个法师啊，他。对方也是两个法师，哎呀，没有皮肤的妲己看起来有点。妲己单人训练营皮肤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皮肤呀，是吧？找到我要选武则天，刚才没看清楚他换对方换荆轲了，找到我就选武则天了。就武则天可以全局打，就不需要这么累了。耶、yeah, ，吕布来了，吕布去找你的貂蝉，别惹我！哎呦，错过了啊，我方向错了啊。快跑！哎呀，差点被他扫一下，被他扫一枪就很痛的。我可不愿意被你扫到，来定一下，再射你一下，打不记得。那个新版本的草丛变得好稀疏啊，就这么两棵草在这里啊。我定住啊，来定，我在草丛里面啊，来和妲己一起玩耍吧。这下我来扫我啊，这是我们孙膑居然把对方的那个杨戬给击杀了，哎呀，好溜啊！
是不是也只能靠队友啦？我现在是拖后腿的家伙啊！定住他，哎，没定住啊！算了算了，快跑！四。追我，往前往前，就我们两个在这绕来绕去啊。对方的吕布看上我了是吧？看上我的妲己了啊。可惜我看不上你，哎呀，这个扫到一下啊。应该我的 A 技能和他 A 技能伤害差不多哈、啊。我躲草丛，你来追我，哎呀，这都能被你扫到啊，算你六啊。算你六，来来来，你射我，你再射我，你再射我，你再有本事你再射我。哎呀，被他射的没血了，我经不起他的扫射哈、啊，随便再给他扫几下就挂了。远离草丛才是安全区域啊。哎，哇塞，爽啊！总算是虐掉他了啊，我比他升级快那么一点点啊。极大 A 级啊，压死人啊！有个大招就像关大 A 级压死人一样啊，我就比你多那么一招，我就能治他小命啊。看一下那个战绩啊，我们按金币排的话，我现在才排第四啊。啊，这个键盘控制不好控制啊，我晕了。它的方向一定要按两个键才好控啊。来躲在草丛里面，顶他！再开一个大招，再酸一下，但你没多少血，就不敢再猖狂了吧？要考虑自己的血量。有本事你开大招到我塔下，我就任你打的呀、啊！我就不出去了啊！我可不会轻易上当的。哎，他们好像去中路了啊！我也去中路支援一下啊，看能定住谁算谁倒霉啊。貂蝉好像离我比较近，定住他。哦，糟糕，哎呀，不好控制了，一旦人多就卡，就不好控制了，特别是闪现这些技能啊，因为这边技能都要靠我手点啊，鼠标点，有时候就会点空啊，然后点的又不是很准确，这个只能靠运气了啊！算了，不跟他们打团，我去打塔，我去拆完塔，自然而然会有人上来找我麻烦。我还是喜欢跟他玩单挑吧，打团不适合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比较卡嘛。你打匹配就这么卡，打不开。在训练营里面都不会卡的呀，哼！开路线，哎呦呦呦，快跑！老死他！这家伙啊，就知道偷袭我，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。等我大招再出，你就糟糕了，知道吧？两套下来就给秒你。先把吕布套牢在这边啊，让他不去中路打团，那、啊、这样子给中路减轻一些压力吧。关键能不能减轻得了啊？看看这草丛安全不安全啊？就知道你的家伙居然有一个躲在草丛，还是金轲哈、啊，猥琐！要不是我进草丛的话，就被你虐了啊！那、哎、吕布去那边就被他虐了，这边就换了一个对手，我来牵制住一个，下路被我放。拆掉了啊！所以说中路如果僵持太久打不下来，还是去边路发育一下。看我这现在我经济一下子爬到第三了啊！这就是我不打船啊，慢慢发育啊，我不拖累队友就行了啊。知道打的不是很好啊，只要我能存活，保持这种存活态度和态势就好了。我不送人头，他们经济就发育慢一些，对吧？好，他竟然，哎呀呀，
我还以为他技能换的差不多了，我想过来，但是对方这个塔没拆掉啊，我还是太闹事了点。最近好像在打的很热闹啊，不需要我过去了，已经解决了，麻烦解决了。OK， 有现在有炮兵，有炮兵的话拆塔应该就快一些了啊。小兵先上，我垫后。吃一个血来。其实我就来打酱油的，混个混数啊。前面我也输了好几把，好几盘了，连输了好几把。哎呀，运气不错了，烧歪了。中路打得很 happy 啊，我这边还在拆塔，一个塔没拆啊。OK 啊，终于拆掉一个塔。没有我在中路，居然也打得这么溜啊！其实不需要我了，这边我方四个四打五应该都没问题了，我就可以安心的拆塔吧。要是怕他们突然反抗一下也不好打，我就耐心的拆塔，专心做一件事也不错啊。就变成打单机的了，单机拆塔游戏。偶尔来几个 boss 啊，要小心几个 boss 啊，来了，貂蝉来了。小心，这个呀，吕布、定你，朋友，我靠，三个有没有搞错？我招惹你们没有啊？我都没虐你们，你们来这么多人虐我，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有没有必要这么残暴啊？我就想安静静的拆一个塔而已啊，这一波好了啊，被我带坏了啊。一波下来我方队友全挂了啊，还有两个啊。OK， 这回我方李白倒是偷得很开心啊。像我这法师还真不适合开塔啊，还是比较适合偶尔偷偷人头这种啊，抢那个捡捡漏啥的，对吧？干嘛画个信号啊？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吧？有什么鬼吗？哎，原来有个打底啊！哎呀，刷死了啊！是打底，居然还不走啊！居然就是为了在那里帮我打个蓝，我也是太感谢他了，泪流满面，感动的，直接就一下子就送他回家啊！不用让他回城等那么几十秒的那种煎熬的。哇塞，这个空了啊！我发现李白好溜啊，真的好溜啊！等一下加他好友了，以后打这个体验服的排位赛呀、啊，叫他带我得了啊！开始撤退！我去了，这现在打的才一半点，那我点空了，刚才没点到攻击。这边下路塔都被拆光了，我这边还才拆了一个塔而已，连个助攻都没有，这怎么玩呢？不行，我也要过来凑热闹啊，打打人头怎么地，能抢两个人头混一下啊，要不然战绩不好看啊。哎呀呀呀呀，我去啊，过来送，还不如不过来啊，过来干嘛？还不如安安静静的拆塔呢。看呀，对方的基地现在开始出现渗血的状态啊，就是冒血了。现在主宰被我方击杀，然后主宰先锋出现了。这个要是以后政府也更新这个主宰先锋的话，那个这种像我们弱势一方的话，确实很被动啊，很容易被主宰先锋。主宰先锋这个龙很也挺溜的，挺难打的，就是点不出来，看不了他的属性啊。但是也能看一下冰的属性就好了。而且他打伤害也很高啊，这些小龙，主宰先锋啊。早期一些体验服也出过了啊，那种版本就是出现这个主宰先锋的版本，但不是龙啊，是三个比较个子大的兵啊。这把基本是靠队友啊，我基本是属于打酱油，偶尔捡捡漏怎么的，刷下，
哎呀，又一个啊！这边这边。因为这个有的点技能点不清楚，所以我也看不到人啊。哎呀，要不要不动啊？这个有的时候突然卡壳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弧这个模拟器有什么有点问题啊。OK， 推。推了啊。最后再定住了对方的小桥啊，这个。哎，好像这个塔推掉之后的那个画面又变了啊！你看有一层红红的雾跑出来了。啊，不要看这个等级很低啊，哈、啊，虽然低啊，但是没办法，被逼着打这个排位，其实不想打排位的。哎呀，点不住，继续了啊，卡壳了。我们看一下啊。战绩啊，我是拖后腿的。哦，我帮这个加一下好友吧啊，这么溜啊，给他点个赞对吧？现在，大家都是好队友啊，大家都点个赞。我们给他13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挂了一次，反正超神，起码有17次以上啊。啊，看一下数据，他总输出42。啊，对敌对英雄伤害25点，承受伤害31啊，做了坦克该做的事啊，又做坦克该做的事，又做了那个刺客该做的事啊，果然是不错啊。再看一下这边，对方的貂蝉，这个输出还是高一些啊。哎，他的总输出这个承受伤害是这么多，为什么貂蝉输出这么少啊？总输出还更低啊？它的总输出是怎么计算的？不懂。好吧，今天就演示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来点订阅点赞。